拿包啊，你们把包拿一下，包拿一下。那小道有个狙，他想谋杀我，我打他。这年头，你想想看吧啊，让主播上号，然后你想想看，让我上号都是，咱们也不说贵也不谈贵，对不对？先不谈贵和不贵，让我上号都是100起步，对，对不咯？号里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一点点装备的，哪怕装备较差，那他装备。都较差，反正打排位肯定是够用了，装备里面，对不对？多多少少打排位，他的装备打排位肯定是够用了的，对吧？他肯定是充了钱的，除非肯像布衣次郎那个是个例外哦，他妈的裸号，真是个裸号，人物都得用奥博打排位的。没有，你那个还好，你那北部的那个还好，他比你那个还得恐怖，连原雷神都好像没有，纯纯的裸号，知道吧？纯纯的裸号，那个还好。来安邦，B 区的宝贝安放了。现在人均打 CF 谁不充个1000把块嘛？号里多多少少还装备还是有的，谁不充钱打个有个1000把块的装备在里面嘛？不，挺正常了。打排位的肯定是够用了。区区两个，只有这种水平吗？没什么游戏可玩，射击游戏，你想想看，那你去网吧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去网吧，你去哪个网吧？他们基本上除了无疑就是三款游戏：吃鸡、撸啊撸，还有一个 CF， 没了。最常见的啊，我说的是最常见的，哪怕我不去网吧，我也知道这是最常见的，对不对？很正常的，是因为 CF 入门要求很低的，又不是特别高的入门那个。射击游戏，说白了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四个人都能玩这 CF， 对不对？我说这句话应该没毛病吧？四个人都能玩 CF， 入门要求低的，知道吧？盲点一个，右手盲点 ，A 大盲点有一个。杀 DY， 杀 DY。